主要就是果蔬类，主要果蔬为主。你看前面这棵是什么品种啊？这么好看？这是红星苹果，美国红星，这是带鳞盘的哈。哎呦，怪老强！你看这个是嫁接是原生的，全部嫁接的。苹果没有原生。苹果全是嫁接的。再往里再看看，看你这边果蔬怪多。这个是梨是吧？韩国晚秀。这个梨能接种大吗？没开玩笑。哎呦，这一棵树现在结了有20-30个吧？一般都是20多。哎呦，这个口感怎么样？口感发配发甜。哟，这个树形也不小，这个直径得有11了吧？有15。嗯，哎呦，树形真好。你看这一棵多少钱？这棵1500。这棵1500。哎呦，哟，这边是这一棵是梨树，这个是水晶梨啊。我这个结了不少。今年也结了10多个。嗯，你想这棵多少钱？这个得1500-1600。20多年了嘛。哦哟，树龄也长啊。这一直在品种啊。大概这边都是品种啊，全部都是品种。你看这一棵是什么品种啊？我看是发红的。秦阳。秦阳。你得换换品啊，换成那个高档品，给它把根提出来。哟，这棵树形是漂亮，这一尖尖那个小枝子啊。你看这棵得多少钱？这棵得2000多。哎呦，看看这个苹果好吧，红彤彤的哈，真漂亮。像这棵得多几年的树龄了？这个16年的树龄。小苗嫁接的，慢慢养成这么大树形啊。这棵都镂空了啊，看烂木了，全靠这个水仙活着。看一下啊，这个非常有特点。你看这棵得多少钱？这棵得2000。这棵为什么贵的？这个老庄是老庄，真正的老庄。是是，看到镂空哈，也是一个疙瘩，里头烂木，你看，全靠这个树皮活的，真漂亮这棵。这棵要做成盆景啊，这棵都能攀展。嗯，是是是。这个是韩国晚秀是吧？哎呦，这个不是一斤多了现在？现在一斤多了，结了多少个？哎呦，10多个，你看，漂亮吧？这个树形也漂亮，看都是嫁接的哈。像这个嫁接几年了？都嫁接15年了哈。盆栽长得比较慢，你要这棵多少钱？这个1700。不过这个树形漂亮。哎呦，这个树这么老啊，上头出老皮了，薄皮啊。哎呦，这个结的更多。你要这一棵黄金梨得多少钱？2000左右，这个不错。高度在1米左右，非常漂亮的。你像楼房上阳台都可以养个1盆2盆，它不但好看，结的果然好吃。我这看一下，特别漂亮。今天咱们终于见了一下真正的盆栽果树大王。